那么第四位进行结论的哈是苏焕智先生，来请六分钟。咱大家共同伫这个所在，就是变啊关心民主进步党，会当伫2014年、2016年重返执政，变啊，互强固咱的民进党会当来捍卫台湾，会当来立足台湾，放眼全球。2012年的选举，大家拢真清楚。中国政策是民主进步党，未来是不是会当咧重新执政，真关键的一个政策。但是呢，中国政策嘛是台湾的蓝绿对抗、互相撕裂真重要冲突的根源。甚至伫咱本党内底，咱都无迄个机会坐落来好好啊谈。只要去中国卖山啊！马上地薄啊，去卖农产品嘛袂使，所以咱伫党内呢，确实面对一个中国政策，咱无一个平台坐落来好啊讨论，坐落来好好啊辩论，咱家己党内都无法当坐落来好啊讨论、好啊辩论，社会变哪有共识？民进党家己都无法当团结，你变哪台湾团结？台湾无人团结，你要哪保护台湾？我想呢，即个我参选党主席，一个心内上界大的感受，就是讲咱来找出民进党早期迄个精神，大家咱坐落来讨论，可以讨论、可以理性辩论的一个民进党，要重新找回来。要找回这个精神呢，上重要就是伫中国政策，咱大家有真无共款的意见。但是我们要设定一个平台，像今天有机会大家让坐在这个所在来辩论不同样的观点。那么民主进步党就是要重新找回这种不是只有蓝绿恶斗，可以呢理性讨论，找出我们的共识的台湾的民主的文化回来。各位，所以呢，很多人说中国政策是民进党的弱项，但是咱也倒头来想，今仔日咱来让中国政策真侪问题提出来，大家公开来辩论，公开来理性讨论。咱们不是讲地薄啊，这个地薄啊，这个地薄啊，不是扩难就是扩来扩去的。我想呢，这就是一个需要辩论的文化。透过这个方式，我想民主进步党会当更加社会更加密切的结合，也不只是安尼。党内会当团结，社会更加认同民进党是一个有理性、愿意讨论一个政党。我相信会更加侪人来支持民进党。不只是安尼，透过这个辩论，咱嘛会当甲国民党遐个高官、甲国民党遐支持者甲区别。真侪国民党的高官伫中国有利益，因讲的拢是为着伊利益，无咧顾台湾的利益。咱更加侪台湾人，虽然是过去支持国民党的。合作会用咱人民的力量压迫国民党重新回来徛在台湾的立场。各位，这个可能性是有的，只要咱民进党恢复一个理性辩论的文化，这是有可能的。大家会当重新搁做兄弟。各位，不只是安尼，咱要有信心。虽然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，但是全世界现在最关心的是怎样？是茉莉花革命什么时候在中国发生？各位，中国的维稳的经费呢，已经超过了国防的预算。一个不安的共产党，就在薄熙来、王立军的事件里面，赤裸裸的献给全世界知道。你在中国，我有钱，我有关系，你没有办法保障你的生命，你免于恐惧的自由。这就是今天台湾的伟大可贵的所在，也是咱共同打拼的成果。所以咱徛在这个所在，甲中国交往，咱要有信心。因此，我人啊，心先伫台湾这个所在，唔免呢随时冒着生命危险，留一个水的死刑呢。各位，所以我们要有信心，而且呢，咱来让透过这个理性的辩论的制度，颠倒有机会，咱的民主的典范会当改变中国。
各位，不只是安尼，咱要有信心，咱来放眼全球。中国政策是全球布局的一部分。咱已经多年忽略了亚洲崛起这个属性，全世界亚洲已经避开啊。所以呢，民进党爱放眼更加大个亚洲，而且呢，我拄啊提到讲，第二代美国的这些少年家足优秀，咱来结合遐个人，和台湾变作一个世界的台湾，安尼民进党绝对有重新执政的机会。范迪亚呢，是即届参选唯一的中生代，我无派系，我宣布无要参选2016的总统，所以呢，拜托大家支持，谢谢。好，谢谢